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华象三房。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福祥街，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福祥街，我们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罗马宫廷，屋龄有28年多，物件总楼高有8层楼，地上有8层楼，地下有1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3楼，全幢将近有34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32平多。我们公设只扣了1.6平，算是非常低公设的物件。由于我们这个是早期的物件，公设比非常的低。公设只扣了1.6平多，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390万，换算成1平单价也只有41万出头，而且还在捷运站周边。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这种低总价低公设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1390万，换算成1平单价也只有41万出头，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32平多，非常的超值。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三个房间使用的面积都非常的宽敞。目前我们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1个阳台，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距离我们最近的土城捷运站走路的距离大约有950公尺，骑摩托车大约3分钟就可以到达。附近的生活采买非常的方便，走路的距离大约300公尺可以到达我们当地最大的卖场，也就是我们土城日月光。土城日月光有11住行娱乐的休闲生活，可以充分满足你们日常的采买，不管是要买生活用品，或者是想要三餐就在外面解决，都非常的方便。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跟我们的屋况。在这里要特别为你们强调一点，我们这间是一手屋，屋主目前因为换屋的需求，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我们这间由于是一手屋，
也没有所谓的价差的问题。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很超值，目前报价1390万，全幢将近有34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32平多。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这种中古屋，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来现场实地的参观做比较。这个物件真的很超值，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生活采买非常的方便，走路的范围内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我们的土城国小，还有土城的和平市场。生活采买很方便，不用大老远骑很久的车程到大卖场。我们附近周遭就有许多的美食商店，还有生鲜百货的大卖场。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现场的屋况保持的还算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罗马宫廷，会在我们土城区福祥街。生活采买非常的方便，附近有许多知名的美食街，还有许多大卖场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厨房跟我们餐厅的位置。这边是我们餐厅的位置，再来这边是我们的厨房。由于我们这个是早期装修，所以感觉会比较稍微老旧。先为你们介绍我们这间卫浴，这间卫浴只能让你们洗澡。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现场实地的参观，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格局非常漂亮，而且现场的屋况也非常的棒，室内的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如果你们有兴趣来现场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影片中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表达的不是很正确，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谅解。买卖最终以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现况为主。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卫浴的现况。这间卫浴算是只能洗澡，不能上厕所，这一点要特别跟你们报告。每个人的设计跟每个人的需求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独立厨房。这个独立厨房装潢也算是非常的老旧，早期大家都是用这种大理石，还有像是一些比较老旧的设计。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 DIY 符合您本身的需求，这一点比较看个人的需求来做装修，住起来才会比较舒服。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央厨房，也就是我们独立的厨房。
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宽敞，但是我们现场的装修确实是非常的老旧，通常是我们早期算是阿嬷时代的装修跟设计。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厨房的现况和我们的格局，再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餐厅。餐厅是我们用餐的地方，使用的空间还算非常的漂亮，而且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宽敞。每个物件总是有它的缺点，每个物件也有它的优点，但是每个物件真的还是需要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餐厅的地方，使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而且我们使用的面积真的是非常的大。这个物件屋龄有28年多，物件总楼高有8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3楼，全幢将近有34平，现场的使用空间大约有32平多，我们的公设只扣了 1.6 平，算是非常稀有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屋主的东西尚未全部搬出，所以比较杂乱一点，也请你们大家多多的见谅。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是一手屋，在这里要再次为你们强调，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由于屋主目前换屋，这个物件拿出来销售，如果你们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社区，物况保持得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每个房间的格局都非常的漂亮，采光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室内的格局也非常的方正。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139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1万出头，总价是真的非常的便宜。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现场的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两个卫浴也有对外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们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现场是空屋，
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福祥街，物件总楼高有8层楼，地上有8层楼，地下有1层楼。我们这个社区名称叫做罗马宫廷，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建案，也算是一个非常低公设的社区。这个物件有24小时社区管理，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单纯，而且生活采买非常的方便。屋龄只有28年多，室内的使用空间非常的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现场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的空间很宽敞，而且我们这个都有对外的窗户，不用担心会有潮湿闷热的感觉。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这个物件全幢将近有34平，现场使用的空间有32平多，公设只扣了1.6平多。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物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建捷运、建学区、建商圈，生活采买非常的方便，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完整。社区的管理费非常的便宜，一个月只要缴大约700块左右。周边的环境可以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采买随时可以到达我们土城当地的日月光广场，走路大约不到300公尺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如果你们大家想要实际的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我们的主卧室使用空间非常的宽敞，而且非常的大。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福祥街，我们社区名称叫做罗马宫廷，屋龄有28年多，物件总楼高有8层楼，地上有8层楼，地下有1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3楼，全幢将近有34平，目前现场的使用空间大约有32平多。我们的公设比非常的低，公设只扣了1.6平多，这种物件非常的稀少，而且我们这个还是一手屋，没有买卖过，非常的单纯，而且非常的超值。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低公设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是有电梯的物件，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电梯房，
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现场的格局非常的方正，屋况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大家想要实际的了解，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现场是空屋，随时都方便你们来参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我们的客厅非常的方正，而且也非常的宽敞，采光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现况。由于屋主东西尚未搬出，现场的杂物非常的多，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谅解。这个物件真的很超值，如果你们大家想要实际的了解，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现况跟我们的格局，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一层只有两户，非常的单纯。我们一层有两户，共用一部电梯，一个逃生梯，非常的单纯，而且也非常的安全，因为我们这个有24小时警卫室的管理。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交，因为最近买房子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很多物件消化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为你们介绍这个物件，非常的超值。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福祥街，社区名称叫做罗马宫廷，屋龄有28年多，物件总楼高有8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3楼，全幢将近有34平。现场的使用空间大约有32平多。由于我们这个是早期低公设的物件，公设只扣了1.6平多，非常的超值。目前全幢将近有34平，报价是1390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1万出头。
总价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在这里也麻烦你们大家，如果方便，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遭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